影片即将开始哦，拜托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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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下啦。欢迎收看敖五郎来了，欢迎一号二号可爱的小夫妻范江燕光哥哥，三号四号凯西纪雨欣，姐妹打真的还好，六号七号豆豆海产，还有我们今天的村长娄俊硕本人。OK， 这个规则来简单的讲一下，就是在五 round 之内，我们要好人呢要发问村长是非题，然后在五 round 之内，我们要猜出这个谜语到底是什么。哎、那先知呢是知道谜语的，狼人也知道谜语，村长也知道谜语，所以村长要好好的引导我们。在五 round 之内呢，如果我们猜出了谜语的话，狼人就要现身去抓先知。那在五 round 之内没有猜错的话，那我们就是好人要表水，然后投票表决，看觉得谁是狼，选到一只就是了，因为狼有两只，选到一只我们好人就算获胜。那村长也有可能是狼人哦，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的哦。没有问题，就你确认角色的身份。哦，完了完了，这个抿不出就要吵架，这个超不抿，这个也得抿。这很难抿，好不好？这抿到最后就抿不住，根本看不出来。黑夜降临，村长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村长请闭眼，先知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先知请闭眼。狼人醒过来，请确认咒语。狼人请闭眼，天亮请醒来。一号，请发问。请问是两个字吗？两个字吗？哎呦！哎呦！是人名吗？不是人名，不是人名，那是可以吃的吗？不是，是物品吗？哦，物品啊，吃的物品。那它是奢侈品吗 ？OK， 不是，慢慢说。现在这边有吗？这边吗？对。有有有，那有我用过吗？谁知道啊？你应该是用过的，根本就你带的吧？你用过？它是穿搭类的东西吗？啊，不错，不是不是，不是，这里有，不是穿搭的。他家里会出现吗？我是想问他家里会，家里会出现有。我家里家里出现的，家里那每个人家都会有吗？这样问好了。好呢。怎样？我以为是很日常。怎样？不一定哦，不一定哦。不一定啊？每个人家里不一定有，不一定有，不一定有。但我又用过。是机器？是机器类的东西吗？机器类的。电器。哎啊，是哎。机器。两个机器类的物品，两个那是会在厨房，哎，不发光，发光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更改一下我的答案。你很努力要找，不一定，是不一定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一定，不知道啊。他小北百货买得到吗？这个是不一定吧？对，这个不一定，不一定。对，小北，小北百货买得到吗？小北百货什么都买得到。我们要进入到第三回合了，第三回合了。
因为我在，因为你在想会不会是时钟哎？哇，你这么快要猜啊？哇，你要，那有没有什么方向？因为时钟有的会发光，有的不会发光。然后时钟这边也有，家里也有。可是这样有不一定，他这样犹豫很久哎。他说不一定每个人家有，不一定都会发光、啊。是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每。那时钟吗？这里有的话，它是摄影器材吗？嗯。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？不是。你很怪好不好？什么意思呢、啊？机器类，它很大吗？机器类，怎样大？不是小机的，小机器类，我觉得它不算大，小的不算大，对我来说小，它不是摄影器材。然后机器在这里，机器小，然后这边可能有。啊，不一定吧？然后两个字哦，两个字有，这边可能有，这两个字。有时候没有，它是机器的配件吗？机器的配件，机器的配件，配件，对，机器的配件什么？什么叫机器的配件？机器的配件，我的是什么叫机器的配件？镜头哦，你说单向的那个东西的单向，不一定每个人有啊，这边也有啊，可是它又不是一个机器。然后你有是。然后我用过，小北百货也可以买得到。我用过，小北百货也有。用过，对啊，他说我用过，小北百货有这个。对啊，然后镜头不会发光。耳机算主件吗？主件。真的哦。赌你用过，我用过。赌你用过。赌他的赌哦。可是我又很穷哎，我用过东西不会太高级的啊。不然这样好了，那除了海产之外，我们其他人用过吗？哇，他知道吗？我赌大家都用过。你赌的？你确定？他是不是可以装个袋子随身携带链子那种？就是装个链子。这两个问题哦，他是链子还是他可以什么装个袋子随身携带？他是不是一个可以进入东西的物品？进入东西的什么呀？为什么？你要问对吗？说那个记录，记录东西的记录哦，记录啊！你到底你想问什么？我想知道。我有个答案，你知道吗？我想什么叫记录东西？记录东西的用品？不是电脑，不是记录，它是个配件。我觉得他虽然缩小年纪才知道是什么，三十，我爸妈他们还用得到吗？啊，他们的年纪，然后我们的爸妈还用得到啊？啊，那就不是色的了。谁会想用？我以为你们要讲，很难说啊，说明那个年纪才想用啊，不可能啊。Machine 呢？是 Machine 的字，然后 Tool 的，因为越听越像时钟了。那你就擦机器，擦没关系，机器。那我直接擦。时钟算机器吧？算吗？算吧。算算，因为它是上面有指针的吗？这东西上面有指针吗？那你看，直接擦。时钟，是时钟。哎，你看我开心了一下。我操，这也太偏了吧！这个妈妈还在用哦。是手表吗？哦，对，有可能是配件。你们夫妻是很棒哎，很聪明。哎，很故意。是荧幕吗？哇，荧幕 OK 吧？好，因为我刚才想现场，是有的东西。凯西。不是荧幕哦，有一个是脚架吗？哎，有可能哦。脚架算机器吗？配件的配件，配件想来，我是在电视过一半，我的来是遥控吗？哦，是遥控吗？你不要再不是什么遥控，遥控器是电视的配置，遥控是遥控器。是不是？快！看你还什么在？你问一个关键的，是不是？关键链子哦，电池。他不问，他为什么？电池有的会发光。这个电池，是不是想不到了？你很怪，还是你问他脱口有没有了？这要问什么？小朋友有在用吗？平常。你们浪费问题是不是啊？小朋友也可以用。
小朋友有在家使用的，多小？大概三岁。哎，三岁是三岁吗？三岁还用不到是不是？三岁的不用，三岁是回答你两个问题，三岁的不用了，像电池。三岁不能用，三岁会讲话吗？它的价格大概300内。啊？这太精辟了吧？内吗？还是内？哦，什么？你想那么久？便宜价？什么疑惑？便宜货？内就内啊。你很怪，那个你很怪，是干嘛啦？没有，还是你要问我300大概多少？没事没事，刚才讲这个东西本身可以通电吗？通电。机器，哎，最后一轮了。可以。我以为第四轮了，这是不是电池啊？电池好像是充电配件。电。不是电池，不是机器。对。对啊，他说是配件。没有没有，一开始他问机器，他说是。没有浪费问题啊，是电池吗？它不能插电池，电池不是插过了？对啊，不是一号讲了吗？对啊，电池他刚才讲别的，他在讲别的哦。我有点方向，因为我刚刚讲萤幕嘛，对对。然后配件我在想有没有可能是键盘，因为有些键盘会发亮。哎呦，或是滑鼠？你是说电脑的那种？对啊，啊，可以，对啊，屁嘞，我们真的假的？什么？不要戴你的项链，好吧？项链嘞，刚刚说的那个链，对，要300以内，300以内，三岁不会用，3岁以下不太会用滑鼠，那我猜滑鼠。可是四岁的也不用滑鼠啊，滑鼠蛮有道理的。哈？哦，傻眼，真的对了。请现身，黄伟晋，我就知道是你，因为他惊讶的很粗糙啊。我现在怕凯西是不是他就是先知啊？他故意在那边演。豆豆爷已经豆豆超歪的，他什么项链？豆豆爷很像故意歪掉的人。你说他故意歪歪的？超烂的。因为那你怎么会问小孩，然后就三岁下就是故意要给？我觉得他是真的歪。我觉得他是真的歪。他今天肩膀也很歪。我觉得他是真的歪。先知不可能这样，因为我们刚前面还没有很说在很一个绝对的地方，他在那边项链什么的。今天有没有可能我在装笨？我们好人不讲话，心好人不讲话。我现在不讲话，觉得三或四，三就是凯西他自己是先知，然后假装那边猜中。四就是因为只有纪普星说到机器，然后他还在那边抓我，发现很怪，然后抓嘴，有感觉，好难啊！没有想法了吗？来喽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这么大胆就直接？你坐在他旁边，你有觉得他在演吗？三号，有一点。好，那你觉得他在演，我们就猜他吗？你觉得是他吗？他自己是先知，他演哦，他演自己猜对哦，好像有可能哎，凯西好恐怖，好像演自己猜对。他突然就猜对，而且最后一轮，对啊，就突然最后一轮就过他，怕其他人没猜对。好，我觉得好，是吗？好，凯西，我觉得凯西有可能就先进这么久。那我这么大胆吗？你一定歪到不行，你是狼人。二一，先知请翻牌。什么先知？我们三号，还没，这边是先知，游戏结束，我们来到火焰。讲键盘让你讲话，怎么办？你好爱演哦！我也会讲键盘。可我其实我觉得他演的蛮像，蛮厉害的。你说蛮像是先知，就是先知吧。我今天讲英文，铁先知哎！太怎么？我想听起来，我先讲英文。哎，大家好，
他明明就觉得知道答案，还要故意让我说。是说是不是键盘？我刚刚是键盘。很小的话，没有，我先讲一次，但是都没有了解。那我猜滑鼠，小的话，相机什么的，超浪不回来，哪有什么手表？恭喜我们狼人获胜！好，乌龙来了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